会像最近来说，都听好朋友早安快乐。这段时间是咱今天必生公园所提供的节目，咱收音之声调频广播网89.3做着播出。有需要不免客气，今天必生公园的服务电话5966449，这是现场的电话啦吼。啊，咱也是啊，有需要免想做服务的。啊，咱来当卡这个电话，慈天必生讲的服务电话5916045，外观只要给05，陈真机是5917845，同款啦吼，咱拢爱给05啦吼，啊，这就是咱的传真机啦吼，啊，那是有需要服务哦，咱就是传真机甲传过来嘛，会使，吼啊，咱要参加拜道啦吼，还是讲啊，咱的这个平安运道加咱的这个。吼、哦，事业啊，吼、哦，拢总会使啊，吼、哦，咱会当用传真机甲传过来，吼、哦，安尼都会使吼。啊，今日是礼拜六啊，咱明仔拄好，咱讲有两天的假期啦，吼、哦，啊，礼拜六甲礼拜，吼、哦，这两天，吼、哦，咱若有兴趣吼、哦，啊，要练经啦，有兴趣要学经的啦，吼、哦，咱的师兄师姐吼，嘛会当做伙来学，咱即马拄好头一堂课呢，吼、哦。即马拄好头一届，吼、哦，咱前礼拜吼、哦、第一堂课，啊，即马才要进入第二堂课，啊，咱若要来参加，吼、哦，我们是不收费的，吼、哦，啊，咱甲咱的这个吼禅和，吼、哦，咱讲正一禅和，吼、哦，这个经调非常的好听，啊，咱若是有兴趣，吼、哦，咱有开讲的有兴趣，啊，要来遮，吼、哦，学经啦，后摆7/15，吼、哦，来上经礼忏，吼、哦，啊，若要阁升级。升级吼，咱的道经班啦吼，那、啊、它可以升级的吼。啊，咱马仔呢嘛等于吼，有咱的这个吼，啊，咱讲教经、教经的这个课啦吼，教经的课，下午2点吼，甲5点，多总共3点钟吼，咱有老师吼会来甲咱教呢。吼啊，咱那是今日拜六啊，当然啦吼，易经课吼，易经课谢老师会来上课。吼，啊，咱来共同吼来共修的这个，吼，咱讲共修课欢迎啦，吼，咱的道亲啊，来到慈天必生宫啦，吼，来今晚来安排一段好听的梵音。南无地藏王菩萨，南无地藏王菩萨。南无地藏王菩萨吼、哦，啊，9月19呢，就是咱的观世音菩萨出家纪念日啦吼、哦。啊，毛人讲9月19就是咱的九天道庙
吼，万寿吼，啊，二月十五毛人做九天道庙万寿啦吼，啊，这些都没有关系啦，我们只要尊重咱的五庙，吼，咱讲王庙、地庙，吼啊，九天庙，吼，啊是讲啊，咱的吼五庙其中啦吼，雷山庙，吼，也够有咱的啊尊体佛庙。拜拜，咱就知影讲，心性吼一定有一个吼，互咱精神寄托的地方啦吼。啊，母娘是非常慈悲的吼，那我们也非常感恩。但你讲人甲人之间的区别在于心态啦吼，是来讲心境吼，心态。就咱讲囡仔，咱若个管理无好，就会出大代志。像囡仔，你若甲管理无好，就会出大代志。十五岁囡仔，甲因阿公吼开车，甲开咧弄，啊，怎啊开咧弄呢？人伫遐咧食物件，啊，因阿七弄八弄，安尼连续拄好弄三个亡身的，啊，佫有两个吼啊受伤的，吼啊家人的吼，即、這个摊子安尼弄甲乱七八糟，才十五岁呢，十五岁呢，家庭环境足好个，吼。阿公也真疼吼，啊老爸嘛真孝吼，啊你甲看，即届即个大事故，一个十五岁囡仔车甲开出来，甲弄了段连续往生三个，两个受伤的吼，啊即、這个吼摊、哦、子吼嘛、哦、是爱弄个乱七八糟，啊你也看即个代志，讲人甲人之间的区别在于啥？迄、那个囡仔心态，你都也未考驾照咧，你嘛也未资格会当开车。好、哦、上路的，好、哦、都还没有，你还没有十八岁，咱讲十八岁成年可以，你会使去考驾照，但你十五岁囡仔你无去考驾照，你安尼就甲塞出去，你并无讲你真正会晓塞车，啊你甲塞出去，好、哦、你安尼你发生这么大的事故，你也想有偌济人伤心，有偌济人痛苦，所以咱即卖咧讲人哦，即卖囡仔吼。哦、不是说人与人之间的区别而已、啊、是那一种心态、啊哦、十五岁囡仔这种心境、这种心态、哦、这种的无主张的这种状态下，你发生了这么大的吼、哦、的车祸事件，所以人呢讲要决定咱人生吼、哦、那个高度，不是你的才能、哦、而是你面对事情的态度。通啊唔通？你面对咱的这个代志，吼、哦，这代志的态度是通啊唔通，通做啊唔通做。同样的事物啦、啊，每个人的见解不同，吼、哦，为什么讲咱人诶这个见解不尽相同？啊，就是知识上，吼、哦，甲过来就是咧讲智慧的观察、思维的观察，伊的角度会差别而已啦。吼、哦，所以咱定咧讲吼，人吼、哦、伫这个。跟人的相处，哈，是习性、脾气跟业力的接触。你若是学到唔好诶，学到唔好，当然迄个习性，吼，甲迄个业力的接触，就是人甲人相处。你若去拄到迄个歹习气的人，啊，你对伊行，啊，你就甲伊同款，业力伊就开始甲你定掉咧，甲你接触在你的左右。这就是咧讲，这个接触呢。是领受家己的习气带来因果的障碍，还是讲咱人与人之间你所给的正负能量？吼、哦，囡仔十五岁啊，你讲伊捌啊，哪捌哪唔捌？吼、哦，啊十五岁啊，嘛在读国中尔，吼、哦，啊未到一个年龄，吼、哦，啊政府嘛无温准的代志，你竟然会去甲做这种代志？吼、哦，这就是正负能量，就是这个囡仔想法。因果会障碍，吼人与人之间的正负能量，真正这东西因为善及恶回向，吼给自己身上的，这是人生呐，吼路来来去去，以咱的人生路来来去去，咱什么时准备发生什么代志，咱哪会知？哦，咱底下咧食一碗烧烧要食，咱底下咧吃，哪会知讲咱在吃吃到一半香浓浓一下多嗨？两个坐伫桌顶，啊，一个徛梯尾，还是徛桌外，安尼多三个。你看，这种事情啊，不应该发生的，为什么会发生？哦，就是咱四大人管理无好，过来就是
咱的政府无够严，吼，无够严格，迄就爱罚吼，罚到有够严格，囡仔才会惊。这个习性、脾气、甲业力，吼，每天都纠缠在一起，是你做唔对，你就是去接触着。吼，咱要领受咱家己，你家己爱知影讲，拄到什么款的问题，你袂使讲你后边有靠山，吼，啊，咱的是大人，吼，公司几啊间，吼，啊，咱的阿公留足济财产。何你安怎破拢破未完？唔是安尼呢？这个因果也有接触，有一个触点呐、啊，就是领导足好个，所以你会感觉安怎？感觉肆无忌惮，你都无你尊重到这个法律啦，嘛无你尊重这个戒，吼、哦，这个戒条讲会使还是未使？人与人之间呐、啊，所你所给的，吼、哦、是正能量，你甲带这个囡仔对。对，较乖，吼，伊会照，你会照规矩行。啊，你给伊的是负能量，吼，伊的负能量，伊当然啦，伊生到乌伊就分不清楚啊。吼，人生路来来去去，忙忙碌碌生活的人呐，吼，形形色色的人，但是遇到事情有好有坏，吼，像咱安尼无带无志，安尼一条命就强买去啊，啊，佫死甲足冤枉的，唔知到底是虾米时阵，伊拄到这种。吼、哦，咱讲怀好，拄到的代志有好有歹，无唔对，但时间会当看会出。吼、哦，这个囡仔无受教育啦，吼、哦，厝内底教育了无好，吼、哦，才会安尼。那人跟人，吼、哦，在人事理里面有一些矛盾啦，吼、哦，像那讲，这都咱都敢那袂输讲，咱兜做好业，但是都，吼、哦，一个囡仔你管理伊袂好势，安尼咱兜就会出代志，咱兜名声嘛会歹。啊，到尾啊，吼、哦，啊，政府到底要安怎甲处罚？吼、哦，啊，人互你弄死啊，啊，你也袂当起死回生啊，啊，你要用钱甲人讲，你个用钱甲人讲，唔着爱，唔着爱人同意，吼、哦，一个人无代无志，好好去啊，你这十五岁囡仔弄死，实在讲诶，要讲很衰也很衰啊，啊，要讲吼，咱人哦，啥物时阵会去拄着歹运？这个歹运啥物时阵结成诶歹运嘛唔知。啊！若卖迄个囡仔去甲因阿公偷牵迄台车来开，唔是偷牵啦，甲因阿公摕锁匙啊，吼、哦、来开迄台车，应该这代志拢未发生啊。吼、哦，但是已经发生了，就是慢性啊。咱就来讲吼，咱去讲做这种代志吼，好像你有一些吼、哦、业力吼、哦、所讨的，这应该是你要爱，应该你要去甲恁的师大人了足济钱。啊、你家己嘛爱犯着官司，也许啦，你自己也有一些业障牵结啦，啊无那有遐拄好，吼、哦、啊，这个人嘛未遐拄好伫遐，当遐当下，吼、哦，所以讲人心影响的是人性啦，咱人的心会影响着咱人的人性，啊，人性主宰命运的造化，吼、哦、啊，人性嘛因为吼累世因果牵定，吼、哦。形成了无同款的人格，吼、哦，啊，无同款的人格特质，即世间的路啦，吼、哦，人情世事啦，吼、哦，拢是互相的，人事物上的问题，对应的就是态度，就是问题，你爱了解，吼、哦，这个答案是由哪里来？你的心态就是在你真正的主人啦，吼、哦，所以讲你的心态就是你真正的主人，心态决定人生。活在现实的生活里底，自己的遭遇是无法操控的，是你家己向阳去 A， 无想遐济，吼、哦，囡仔呢又感觉讲，阿公无在这台车，佮看到佮驾站安尼吼，我无甲驶出甲人人诶，吼、哦，伊嘛是有这种想法，伊哪会知影讲，伊驾驶吼无足熟手诶时阵，伊会造成这么大这么大诶灾难。那他也不知道，所以啊，所以咱就讲掌握，伊要掌握伊的心态，甲掌握伊的人生，伊安尼嘛等于啥？等于阿摆吼，内底就变成一个修门阵内底啦吼。啊，咱有话讲，伊毋是杀人，伊是撞到人吼。啊，这嘛是别讲起来，杀人跟撞到人吼不一样啦，吼不一样，杀人的这种的。有时阵就是会判无期徒刑啊，创啥？啊，这种啊，这就是啥？就是你开车无牌，吼、哦，
啊，政府会甲你发无？无牌一定爱甲你发。搁一样就啥？啊，肉体互你弄下步的遮，大家都爱正讲的，吼、哦，十五岁囡仔尔，你想？啊，家里面的人不知道要怎么做，才能够圆满别人，人家怎么说，你必须要怎么应，就是你应该有法度去做的。讲这就是要让咱知影，讲咱的车啦，吼、哦，若无要让囡仔驶吼，咱的锁匙爱记哩，爱唔好凊彩怎啊甲放伫车底，嘛唔好讲怎啊甲擦掉咧。迄囡仔若袂晓驶，囡仔甲伊开出来足危险的，唔是家己危险，嘛对别人嘛是危险。所以咱即马活伫咧现实的生活内底，咱家己的造物啦，啥物人都无法度操控，但可以掌握用自己的心态去面对。讲门来急境。有人心境悲观、啊、有人心境乐观、哦、人挖到、哦、鬼的是啥？你的心态跟你的心情、啊、但是你的心态影响着你的生活处境、哦、啊，咱心处这个顶境，世事万物都是心之所向、啊哦、境由心生，物随心转，就是在心里面、哦、你要怎么去掌控。所以所遇见的就是我们日常的生活养好，让他养成好的心态，才会有好的未来。好、哦，啊，囡仔，你若无养好的心态，要怎有好的未来？啊，这个问题是咱家己，咱家己无啥，我们没有给他准备好。三种心态就是什么？我们要给他信念，也要给他信仰，也要给他认知。囡仔爱甲教，啊，但是读高中尔吼，十五岁尔，应该是读高中尔吼。咱要安怎讲？要叫伊有信念，要安怎叫伊讲吼？啊，你甲带伊去拜拜，有信仰，吼、哦，啊，对他的生活上有一些认知，吼、哦，这拢是问号呢，拢是问号。所以咱常咧讲，绝多数认为啦吼，啊，咱即马都世界都拢足侪庙诶，吼、哦，但是拢是全老人较侪。吼、哦，啊无就是问一寡吼，厝内底家运事业运啦，还是囡仔，吼、哦，即个问题啦，吼、哦，安尼，哦，即卖即个功能啦，吼、哦，庙变成就是安尼。但是即卖囡仔，你叫讲去庙伊，哦，去遐三跪九叩，啊，去遐拜，吼、哦，去遐做即个所有的即个行，吼、哦，人讲行为改变就是修行嘛，吼、哦，咱定讲要互伊行为的改变，你叫一个孩子来修行那是不可能。但你要甲藏伫客人啊内底，拢无出来，嘛无可能。哦，啊，囡仔拢叫伊关咧，啊，关久伊嘛总爱无爱出来。所以现在人很难呢。哦，有自从有这个吼、哦、啊，这么好的这个吼、哦，咱讲科技啦吼、哦，这么好的啊、哦，现在的科技让我们的吼、哦、人类越来越丰富啊，那越来越为什么越丰富啊？哈，越丰富。太过的丰富了，就变成啥？迄支手机内底用途太过头多，太过的丰富，就变成啥？哦，咱的囡啊，就差不多伊会吹，哦，当然啦，当时是伊年轻的时候，他才会，哦，遇到一些问题。所以人讲众生心态分作三种啦，分作三种：中年、哦，老人啊，年轻人。年轻人就是什么？就是。当读书的时候，那个叫做年轻人，哦、所以咱今嘛要讲，要哪去区别每一种的心态、哦，你说他独立了吗？长大了吗？还没有，好、哦，像今嘛咧讲，十八岁就是会当长大，会当有选举权呐，好、哦，算成长了、哦，但是各自独立，互不连相关呐、啊，只要讲互不关联，十者依序，就是心态是一种进阶啦，哦终至进入修，叫他修心养性的领域，那是无可能的代志。所以咱讲三种心态，你爱有法度了解，是信念内底，还是讲上无爱，让伊知影讲啥物叫做信念，爱让伊知影啥物叫做心态，爱让伊知影讲啥物叫做对，啥物叫做唔对，爱让伊分得清楚。如果连这个都分不清楚，他就不守法。行为啦，要哪去符合道德？吼、哦、啊，有道德，这个法律你唔才会遵守啊！你无符合道德，你哪会去遵守法律？对吧？只要我行善不作恶，吼、哦，如此众人为
烧香拜神，亦无不可啦。有个人讲我用手拜，我头壳动诶，动三下，我用手拜拜会使无？会。因为你有心嘛，你看到神，你无入去家乡无唔对，但是你会徛好好，吼、哦、啊，用手拱手啊，拜三拜。有许多无神论的人呐、啊，吼、哦，他不信鬼神呐、啊，啊，无神论的人他也不信因果啦。足济无神论的人，伊唔相信鬼神啊，真正神会敢保庇吗？真正神会安怎吗？吼、哦，他们。也不会相信，吼、哦，足侪拢安尼啦，无伊袂去讲啊，去信基督教，我都免拜祖先，我嘛免拜公妈，嘛免拜啥都唔免，吼、哦。许多无神论、不信鬼神的因果的人很多啦，现在大家都保持，吼、哦，保持我家己生活信念就好，你也管他我安怎。虽然只要言行举止、为人处事啦，吼、哦，讲众善奉行，不做恶事。纵然你不去烧香拜神也没关系啊，只要你做人处事众善奉行，无做歹代志，吼，会话上天诸神呐、啊、都不会怪罪你，因为你上无你也够一个最基本的言行举止、为人处事还是 OK 的，神唔免你家己想，嘛唔免你一定爱安怎，所以人之信念吼、哦，唔是叫你偏执，是叫你讲吼、哦。不是叫你讲这袂使，这袂使。好，我们是在说无鬼无神、不信因果的人、不敬畏天地的人，那么信念主宰心智，迄种只要你的心智是对的，你的主宰是对的，好、哦，啊、你不拜神也没关系，不拜鬼也没关系，好、哦，你只要相信有因果，好、哦，你会敬畏天地。如果你是信念主宰，迄个对的。就是、哦、你要陷入言行偏差当然就不可以，如果你非常容易陷入言行偏差，你的错误就会犯得很多，所以人家说要有庙，要有信用，最不要有说有鬼，要有神，现在说有鬼神，有佛有神、哦、咱最不要听淡薄道理、哦、听淡薄道理、哦、你说众生有信用、哦、入庙拜拜不是叫你说就一定要安怎，只是你有一个信仰，最主要出入公堂庙宇啊，就可以得到神灵庇佑。但是你在有遇到自身难以解决的时候，好，你有很多的人生历练的时候，你有很多好问题的时候，你就会去想，好，有神庇佑，自身之处地，你应该会。好、哦，产生一种信仰的信心。好、哦，常常出入宫庙，好、哦、拜神的人，好、哦、他的言行举止啊，好、哦，因为他的信仰，好、哦，他不会去做一些好人工很龌龊的事。好、哦，有信仰嘛，他当然就会上无啦，看到神，伊嘛个也动头，也惊嘞。啊、哦，他不一定说你一定要怎样，神我不求。众生一定要用什么样的方式去给他们拜，他们才会来保庇。其实他要看到的就是、哦、我们众生产生了信仰、哦、你就会阻止做一些不好的事、哦、做坏事情，上无我们说有上天会给我们处罚，上无我们有在拜拜有产生的信用、哦、那个信用会产生到我们人好、哦，你做的这代志，也良心伊就会造出来。众生的哈、哦，在人世间呐、啊，不论是无神论也好，没有信仰也好，你喜欢亲近哈、哦、好事，哈、哦，终于啊，你就明白什么叫做哈、哦、认，哈、哦、认知，什么叫做认知？听闻善知识啦，谈论经藏，谈论修行，耳濡目染，有一天呐、啊。你终会有信仰呢，有一天你绝对会生信用出来，好，先去到修行的认知造出来。为什么？都只要咱有拄着吼坎坎坷坷的代志了后，好，经过了讲一心性，好，真灵感，好，有人讲起二十几亿的一供庙啦，吼，一个好一个师姐安尼起一间，伊一个人开，伊讲有神给救，好，对北极恒天上帝给救。所以说、哦、他
伊有几百亿个，所以伊摕二十亿出来开，吼、哦，出来起庙，起个呢金碧辉煌，吼、哦，伊就公开讲，伊个命是北极恒天上帝甲救个，吼、哦，所以伊要起一个足豪华个宫殿，予北极恒天上帝伫迄个所在，吼、哦，为众生，吼、哦、来做这个所为，吼、哦，咱众生有足侪工课可以做个啦，吼、哦，神来世间唔是干那叫咱讲。你相信信仰，吼、哦，你相信，但是你要生起着修行的认知啊，唔呐，敢那相信，要依赖，你敢那相，我相信神，我依赖神，不是这样子哦。你相信神，依赖神，但是你信仰中，你还要有修行的认知，好、哦，要够有修行的认知，好、哦，我人或有不认同，好、哦，有的人佫不认同，啥物叫做轮回？伊讲他有啦，对不？啊，像人就嘛咧预知啊，吼咧预知讲吼，啊会安怎会安怎，啊人就会写起咧吐啊，吐讲阎罗王你敢捌看过？啊你敢捌看过啥物事？啥物你敢捌看过？吼、哦，这就是叫做为什么？吼、哦，即嘛咧讲到这个阴阳两界啊，就有人就说我不认同轮回啊，啊你看到了十殿阎王啊，你看到的吼、哦、啊，咱讲丰都。是生的怎么样，长得怎么样？你有看过吗？对吧？伊唔相信啊，所以你甲伊讲嘛无效。吼、哦，咱人那是无认同，啥物叫做轮回，或相信因果报应。吼、哦，此人吼、哦、生，吼、哦、在咱生中，吼、哦，就是咧讲肉体下步啦，吼、哦、腐败的，吼、哦，因此，吼、哦、咱。伫这个轮回的时阵，是伊到尾啊，伊个知影讲，哦，真的有，真的有，吼、哦，是安那讲，到尾啊，伊就知影讲有永恒的灵神，有永恒的神明啦，吼、哦，有永恒的神仙，吼、哦，他们，吼、哦，练到神仙了，那当然，吼、哦，他们的寿命都，吼、哦，那是一定非常久的，所以讲有永恒的灵。哦，足有灵的灵感的神，哦，咱北极恒天上帝甲即马几千，哦，上无，还佫是吼、哦，比咱的观世音菩萨甲咱的，哦，咱的白白啦，吼、哦，照尼姑安尼讲啦，吼、哦，吼、哦，咱的北极恒天上帝，伊嘛是伫人间四十二年修行，吼、哦，伫咱这个山顶修行了后。起哩个落来，起哩个落来，所以有大地、二地、三地。其实大地、二地、三地，伊是伊头一个，吼、哦、啊，修行正果起哩，吼、哦、啊，个落来叫做荡魔，吼、哦、啊，咱落来荡魔修妖了后，第二界个起哩，所以就大地也讲，二地也讲，三地也讲，啊，平平拢是同款，拢是一尊，啊嘛是拢是，吼、哦、咱地也讲呢，伊去。好、哦，普陀山修行正果四十二年了后，飞升了后，伊三处下到这个人世间，所以叫大地、二地、三地。啊，这个叫做永恒的灵神，它是好、哦、不灭的。所以说，你的认知起步，你了解修行第一步是什么？你要了解，好、哦、了解说拜神用什么样的方式。不是说你一定要买很多什么东西来拜神，吼、哦，伊唔是安尼，是你的心，心不定义吼、哦，一定爱有这个物件，吼、哦，唔是叫你讲爱去放炮放足济，还是讲烟火放足济，还是讲吼好什么物件买足济，它不是这样子，它是但愿众生，若你相信有灵有神，你必须会做好人的好、哦、本分。有信念，吼、哦，咱讲无信仰者，吼、哦，甚愿尝试，吼、哦，升起信仰的心，渐渐的进入了善知识的领域。就是咱开始有拄到他着替帮啊，有拄到问题啊，有去有神甲恁帮助到的时阵，你就知影讲有灵，有神，神真正足灵，你就会相信了。若你已经是第二类的众生，就是希望在信仰当中，吼、哦，能够。哦、神来帮助你、哦、你在修行的认知里面就是神应该来庇佑你应该来帮助你、哦、我们有这种想法吗有、哦、我们也是很依赖、哦、很依赖神圣跟我们斗三天
所以咱有闲的时间，加减啊看一寡吼，较早古早，吼、哦，咱讲道藏呢吼，64册内底有足侪足侪资料，吼、哦，你爱会晓去温故知新呐、啊，吼、哦，启迷入悟，吼、哦，你哪会当温故知新，启迷入悟，吼、哦，你要解一人之谜呐、啊，可恕千人之惑，有个人相信，伊就会搁一直传一直传，哦，所以讲吼。要匡正这个世俗，要安那去匡正这个世俗，要那导迷入悟，客引有缘人，好、哦、要吸引有缘人，好、哦、以报上天显示欠化的德，好、哦、人讲功德，好、哦、就是安尼来做，所以呢讲夏去秋来，寒风凛凛啊，四季不停替换，好、哦、色色时相为动然呐。如今依法匆匆啊，事茫茫，手足、哦、已经迟缓了，行路、哦、虚住于拐杖，就是说咱人啊，咱人就像、哦啊、咱说夏去秋来啊、哦、四季不停的变化，但是咱人也是同样，对童年、哦、就是说对孩子跟中年跟老年已经是怎么白发匆匆啊，目睭也看不啥有啊，吼、哦，手足在行路嘛，足缓慢的，行路需要拐杖，吼、哦、来吐吐嘞吐嘞，这就是叫做人的过程。啊，既然是人的过程，你说呢？我们的人是要仰赖活菩萨神佛，吼、哦，啊，加咱来讲，空诸公和咱呢，吼、哦，四维八德，这都是我们做人的最基本、最基本的基础。啊，既然是最基础、最基础的，就是在这个地方。那你说我们要不要、哦、去认知一下、哦、我们不是只依赖，我们是要有真正的了解，那个了解是最重要的啦，了解什么叫做拜神啦，什么叫做心性、哦、对咱、哦、有什么款的让我们人类真的可以依赖的、哦、这就是你自己先会要去了解、哦、了解你才会进入了好、哦，我们对修的这一部分、啊、修心养性的这一部分、啊哦、传说太岁在深山，其实太岁天上仙，六十威武大将军，每年轮流大将军、哦、财神上兴啦、啊、吼，上爱拜的就是啥财神啦、啊，最喜欢拜的就是财神。咱今麦个听就是财神，财神爷。得到宝如素心愿，拜太岁，拜太岁，流年似水拨满天。拜太岁，拜拜太岁，健康长寿多。说太岁在深山，其实太岁天上仙，六十威武大将军，每年轮流当值班。太岁星君掌大权，十二生肖归他管，一颗真心一炷香，得到宝如素心愿。拜太岁，流年似水拨满天。拜太岁，拜拜太岁，健康长寿多财钱。拜太岁，拜太岁，好运年年笑开颜。拜太岁，拜拜太岁，幸福吉祥在人间。
岁，怀太岁，流年似水覆满天。拜太岁，拜拜太岁，健康长寿多彩钱。给我们借几分钟的时间啦，吼！啊，慈天必生讲的咱的香品、香品啊、香香款、素茶、贡抹、小盘香、普灵灯、虫草、王山高宝、金盖绿、蜂胶、牙膏、荷丽美，吼！啊，过来就是吼，咱的印加果油啦，吼，也是讲三罐500块的火焰霜，你若感觉讲脚啦、对大咧酸抽吧。啊，是讲讲啊，叫烫掉了，啊是讲叫烹定掉，都很好用，足好用的。3罐500块，吼、哦，这吼、哦，足济人啦，逐一届来拢，哦，拢买十几罐，我啊，你买遐济要创啥？伊讲啊，都是有路用啊，很好用，吼、哦，啊，甲放咧，啊，放到厝的，哦，啊，那有只骨酸抽吧，甲抹抹咧，吼、哦，伊嘛是有效，吼、哦，这呢，真的很好用，俗个好用，吼、哦，俗个好用。啊，咱也是吼，啊，咱你想甲咱讲的吼，慈天健步能啦，还是讲慈天印加果油啦吼，咱的印加果油都很好用。哦，啊，咱也是讲，你这虫草王对咱的身体啦吼，拢有帮助。慈天观世力啦，对咱的目睭嘛有帮助啦吼。啊，即嘛有够吼，咱这个金好眠啊，金好眠最主要就是让你吼，这个头壳稳定啦吼，暗时啊好困啦，哦，暗时啊较好困。啊，好睏伊就会好安眠啦吼。啊，咱若有伫食吼，你着早时啊两粒吼，下晡时两粒，暗时啊要睏进前两粒，啊，你会感觉睏着足稳定个吼。那慈天张之王，张之王它是100%的紫石体，伊用颗粒吼，啊，伊一盒就内底有两罐，内底有两罐吼。啊，所以讲好用啦吼，物件就是对于咱的这个吼肝脏机能啊，还是紫石体吼，咱讲。人会当较疲劳，平常时啊疲劳是疲劳伫对，疲劳伫咱平常时，吼、哦、啊暗时暗困，吼、哦、暗时暗困啦吼，啊咱若是甲食，伊就较袂遐疲劳，啊暗时，啊暗时呐，驶夜车的人，你甲用甘的，吼、哦，咱的张之王用甘的，伊的精气神会继续好个啦吼、哦。来，咱慈天必生讲，不管讲是咱伫看的吼，啊咱这上班沉香啦吼，上榜沉香。好，更加好的上榜沉香，好、啊，也是咱的灵草香、卧香啊，卧香，好、哦，咱这内底一盒，好、哦，你对当念足久的卧香，350块呢，天然的吼、哦，天然的药材啦吼、哦，啊，咱这檀香粉，好、哦，加丁香、丁香粉，好、哦，天然的这个吼、哦，啊，咱讲香草，安尼落去做的，好、哦，这个慈天灵草香啦吼、哦，上榜沉香，好、哦，啊，咱有这个吼、哦，啊，贡抹啦吼、哦，有好的。吼，贡抹，贡抹嘛是有迄种，吼、哦，咱讲半斤500块，两一斤啊，拄好1000块，伊迄内底阁有送一个盘，吼、哦，啊是安怎讲？伊这个物件就是，吼、哦，咱用的料材料，吼、哦，无同款啦吼，有阁较好个啦吼，阁较好，吼、哦，上榜沉香啦吼、哦，啊，咱也是，吼、哦，咱九天母娘降予咱的这个配方，吼、哦，伊就是会当吼。用伫个咱平常时也得用，吼、哦，袂安尼分甲乌索索的，一斤350块，吼、哦，这有经济部检验的，完全无这个吼、哦，啊，咱讲芳精色料的，是一个足好足顺的，吼、哦，灵草香很好用，吼、哦。来，以上这拢算广告，哈，以上这拢算广告。好，今嘛搁找一个话题吼、哦、来开讲，吼、哦。今天晚上呢，咱差不多拢是6:30，吼、哦，6:30。吼，啊，供销，吼，啊，咱若要来供的，唔在位的吼，咱会当先敲电话啦吼。慈天必生公的服务电话：5916045，5916045。吼，你甲问者，安怎行较方便，安尼较袂去哦。Google 甲你带咧说啦吼。伫遮，咱即马讲到遮，即马换来讲吼，人嘛吼，伫即个。弥勒菩萨啦，吼！弥勒菩萨，吼、哦，有诶讲啊，弥勒菩萨，即马过来未来东来下生弥勒菩萨，吼、哦、啊，伫要来降天盘，吼、哦，有人会安尼讲，敢真正有影？吼、哦，咱讲乱弹也好啦，吼、
伫咱这清净庄严的圣地也好啦，不管讲是诸天高真、圣神仙真啦，吼，咱拢讲同款。不管是玉皇大天尊也好，哦，还是讲吼啊弥勒吼菩萨，哦，还是讲药师佛菩萨、地藏王菩萨，我们都一视吼，拢同款的尊敬、同款的尊重啦吼。啊，所以讲实践，吼，咱定讲咱古早人，那拄着无落雨的时阵。吼、哦，咱来拜天拜地无会啊，因为内底面吼，等于讲无落雨啦，几个月啊，也是三个月卖解落雨，吼、哦。啊，咱有诶讲，啊无落雨，即马较无要紧，为虾米较无要紧？吼、嗯，啊都拢有冻症，吼、哦。啊，你若种菜诶人，当然伊会冻症啊。但是拢无落雨嘛，未使啊，拢无落雨，吼、哦。要讲起草木会打枯、打枯、打屁屁啊，对吧？唔是讲啊，你有冻症，啊，你都你家己诶田有哪用？别人无一定呢，半山坪啊，迄种啊，迄你无水根本就袂生存。咱要种个水果嘛，无法度，对无？所以讲干旱的时候，我们还会仰赖上天呐、啊，吼、哦，仰赖上天。啊，咱若讲伊若唔甲你落雨，啊，你看你外敖。所以咱即马人讲久旱生甘霖呐、啊，哈、啊。如果咱若是拄着吼问题的时阵，咱拢会安怎？咱拢会败啦。哦、较紧来拜神求神啦吼，人讲暗夜之明灯啦，基督一定要有人甲咱做一个指南针啦。人若能用心言悦啦，吼、哦，咱讲一寡即个所有要实践的、要行修的，吼、哦，得到吼、哦、这无量福啊，切莫吼惊即个啥，人讲切莫做走马看花，吼、哦，先来讲。你唔好讲啊！我来对来拜拜吼，来对搭上闹热吼，游览车拢足济，啊，游览车也济，啊，游客也济，啊，你爱去看迄个足闹热的所在。你观看现在的社会人心呐、啊，吼、哦，观今社会人心很猖狂啊，有啊！你看今麦咧跳价，吼、哦，跳价，你也看，你也感觉讲哇，怎么连那个，吼、哦，咱讲。越南那边也好啦，吼，也是讲啊，咱讲南瞻部洲，吼，泰国啦，吼，也是对一大个国家，因咧跳动哦，比咱台湾搁较强咧。咱即马咱台湾就互咱感觉讲，哦，这跳动吼，新的这个迄啰无同款的吼，古早的老人甲即马的少年人吼，迄搭起来拢无同款。吼，啊，因吼，你甲看，拢更当尖啦，咧更物件啦，更清空啦，即直接。就较更贵啊，吼，更加一个面安尼，拢遮大坑，遮大坑，吼，为什么啊？即马那拢有安呢？吼，啊，不管讲马来西亚也好啦，吼，一世界吼，但咧跳动拢互你看起来足恐怖啊！这就是咱即马咧讲的吼，我们现在吼，处处都看到邪恶啊！像那讲看到可笑呢，咱即马可笑讲，即马的社会人心，吼，用这样的方式。安尼话，咱人不但袂生疏呢，吼、哦，嘛袂啊分呢。人讲不分青红皂白而为欲为，哈、啊，就是讲你想要做什么你就做什么，为所欲为，吼、哦，使其社会危机重重呢。吼、哦，即马你甲看，社会危机重重无有，真正有，吼、哦、啊，所以咱讲上天呢，吼、哦，能上体天心。吼、哦，上天尊人主最主要就讲这所话，吼、哦，咱讲，互咱看有啦，看有讲，咱众生要担当使命，吼、哦，也是讲当，吼、哦，要担当着咱今日要做的工作，要弘扬大道，做这行修大道，你必然爱一定爱有主宰，啊，唔通逆天，吼、哦，啊，拄着代志莫恨天怨地，要正己化人，理爱袂使偏。愈偏愈偏，神呢愈走愈远。为什么？因为你人无要做正直的工课，唔做正直的工课，你要神要安怎坐底啊坐会掉？当然嘛坐袂掉。哦，啊，咱若讲要导人为善，你必须要下化众生嘛，同心共策啊。这就是一定人甲人之间的一种应该爱做的一挂责任嘛。所以讲无烦无圣亦无他。凡圣本是共一家嘛，凡圣凡呐，吼，甲圣人呐、啊，凡夫甲圣人本来就共一家，为什么？
人会当修无？会啊，会当修做圣人无？会当修做仙无？会叫做凡性本是共一家，凡心歇尽见常性啊，方知华华不离心呐、啊、吼。凡夫甲圣人本来就是同款的动物的佛性啊，只是差别讲未甲五尔。既然有动物的佛性，差别未甲五染甲净安尼尔。所以讲，凡夫只要肯用心啦，咱会惊讲啊，咱未成，未成圣。咱若讲咱修无，毋是安尼啦。咱是惊叫三毒妄念、无明的心，甲咱牵定掉咧。那无明咧，就破坏咱家己的道心。好、哦，所以讲，人为什么会有好、哦、嗔痴、嫉妒、怨恨？啊，有诶，还佫会讲抹黑，好、哦、狂心做出来，啥物代志都干。哦，这就是咱即马即个社会啦，吼、哦！现在这种社会有一点动荡不安啦，所以咱讲无体能演化，无即、这个，你若讲你要做，吼、哦，即个工课要做榜样，你要做榜样，就敢若咱人个演化无相同款，吼、哦！你讲啊，释迦佛祖，哦，释迦佛祖，伊即马已经吼遐尼啊久啊，两千几年前个代志，吼、哦。哦，两千几年前有释迦佛祖嘛？啊，即嘛是由啥物来扮演释迦佛祖？啊，释迦佛祖是用铜甲雕足大尊呢。哦，阿弥陀佛嘛甲雕足大尊呢，弥勒菩萨嘛甲雕足大尊呢。远远远，你都有看到。啊，伊远远就伫遐。哦，日头嘛伫遐晒。哦，风吹。哦，雨淋。哦，为什么伊就？要甲用即尊重诶，遮大尊，互你远远就会看到，看到就是要互你好一个感觉讲哦，啊，释迦佛祖坐伫遐，吼、哦，啊，阿弥陀佛在那里，啊，南无阿弥陀佛，吼、哦，啊，这个啊、哦，弥勒菩萨在那里，吼、哦，安尼，伊就是用伊诶形象，吼、哦，啊，位啊过，互你有一个感觉，吼、哦，安尼，伊若要用迄个形象互你看，啊，你早就甲伊袂记哩啊，袂记哩啊，啊，你若是。有会记哩，是因为有看到形象，啊，过来就看到宫庙，啊，无过来看到佛寺，你看到的都是，吼、哦，三宝伫遐坐嘛，吼、哦，三宝伫遐坐。但是三宝伫遐坐，咱无体能，要安怎会当演化无量体？就是人啊，人啊，出家人啊，出家人不管是出家众，吼、哦，啊，男众、女众、出家拢同款，伊就是。伊阵啊头壳一条啊剃刀，你啊还佫点戒疤，吼、哦、点这个戒疤，有人点六粒，有人点九粒的，嘛有人点三粒的，为虾米？吼、哦、啊，咱人是安那讲啊，入味了后就爱佫用一个菩萨戒，吼、哦、菩萨戒一个戒相，有个人唔是戒家己呢，是咧戒别人，为虾米唔是戒家己？吼、哦？咧戒别人，就是规家伙做伙，啊，伊来去受一个菩萨戒等啊，这个不可以，那个不可以，啊，这袂使，哦，这我犯戒，哦，啊，这袂使，阮师讲这袂使，这犯戒，这样啊犯戒，那样犯戒，是啥物人咧替伊修戒？都引导人咧替伊修戒，受戒不是他自己受戒哦，而是整个家都要跟他一样，好、哦。一刀啦，夹起来就解哦，安尼袂使吼，啥物这也袂使，迄也袂使，这就是讲人伫遮咧演化，吼、哦、咧演化啥？佛祖甲恁交代话，啊恁即嘛是同款嘛吼，剃光头吼、哦，然后足庄严的吼、哦，出门吼、哦、很庄严，但是身心变化万千呢，迄、那个心内底你扎啥物物件，你的心内底藏啥物物件无人知，但是迄个形象是有。哦、所以要用真诚的心去真心拜佛，真心的去、哦、皈依、啊、也要真心的去做、啊、不是说、哦、我现在点这个、哦、菩萨戒、哦、这个菩萨戒我点下来我现在这也不行那也不行，这样你看整个会、哦、都没办法跟你做会，没办法跟你做会，所以说富于道上而修啦、哦、你是在修上看心为啦，人一生之主宰是你的心，哦，去做主的，不是叫别人替你修改，不是安尼。因为你这也，这你也感觉安尼未使，遐感觉安尼未使，是去换去干扰到别人的生活，吼、哦，换你家己一个人，才多爱甲你，才讲安尼好啦，安尼无即马安尼吼，你家己看你要食啥，你煮啥，哦，
吼，啊，无你讲这個点也无清气，啊，迄、那个鼎也无清气，迄也无清气，迄也无清气，啊，无这你家己处理就好。安尼你也看，安尼咱咧修，敢有修到？咱有修到讲真正是清心，吼、哦，会法度清心，吼、哦，啊，有法度好随缘自在。迄我出家师傅呐，出外真正都无通食，伊就食啥锅边菜呀、啊，吼、哦，食锅边菜，他也要吃啊，不然你去。你去迄中国大陆迄个搁较偏僻的所在，诶，你看因咧食物件，因拢随缘，食锅边菜，有肉的所在肉边菜，伊肉边菜伊嘛食，啊无呢，要饿我死啊，对哇？咱的心爱有真呐、啊，心若有真，发心本是变化，会当变化会无会啊？所以要用最真诚的心赋予道上而修嘛，心为。人一生之主宰，是好是坏，都是由一心而主宰的。是对是唔对，是修是真修，还是哦，这拢是你的心的主宰。哦，主心那是相欺妄念啦。哦，心易被外境所牵引动摇，一旦堕入于三恶道任何一道，你必须要疾苦，会被折磨。哦，若觉醒的时候，方知修行路。不好走，吼、哦，悔之已晚。有个人是安尼修行咯，到尾修到尾就无三无两啊。为什么？伊就感觉吼，哦，安尼束缚真济，吼、哦、啊，这就是咱人自在就好。为什么无法度自在？自在就好啊。人为万物之灵长啊，吼、哦，圣凡两间真修禅啊，脱离浊尘大染缸，修心养性道光芒。人就是万物的灵长啊，性凡两项拢嘛同款。只要你人啊做善良就好，咱定下讲吼，一善回报上天啦、啊，吼、哦，天生万物以永民啦、啊，人爱一善回报天，这是真实的话。人啊，甲无通啊食的时阵，你食啥你嘛食，有像较早讲咱伫个树啊皮的时阵啦、啊，爱赶。迄古早人咧讲啊，迄是唔知真诶啊假啦，唔知啦。啊，讲囝烧换囝，腹肚枵枵甲囝烧换囝安尼，吼、哦，这个我们没看过啦。但是有人这样讲，是真是假，我们不去研究，讲有影无影，拢免甲研究。咱即马即个科技时代，就是用科技时代啦。吼、哦，我们都不及古时人来的，哦，咱讲热诚，吼、哦，古早人较热诚。古早时代的人，他明道之真谛，所以才会有以前的，吼、哦，咱讲两千几年的神啊，四千几年的神啊，吼、哦，这些拢总是古早人，所以将至于永恒一道，就是让你们吼、哦、了解，吼、哦，看就是讲用心，吼、哦，一离道门本性不良的时阵，习性不好的时候，吼、哦，你现在是在，吼、哦，咱讲。现在是现在这个科技社会的时阵，吼、哦，咱袂使讲科技社会，你就拢无信心。科技社会就科技甲会飞天遁地，遐神拢免拜，唔是安尼。科技社会依然是科技社会，但是咱袂使做尽亏心事呢，袂使逆天而行呢，吼、哦，处罪应然下面呢。所以讲道欲乃当讲吼，毕竟千磨万苦，而且来磨练，在咱的团体共修当中，有时候会。被他人诽谤、侮辱或是攻击，哦，你要以禅定忍辱迄、那个功夫来化解呢。哦，进入各有思想不同的观念，哦，啥物人有无同款的思想观？有啊，哦，你讲啊，我今日拜师拜拜，我过去伫白金宫咧修，嘛同款啊，哦，哪里都一样，行万里路，读万卷书啦。但是你总袂使忘本啊，你若忘本，哦，啊，当然啦。这个是有理讲不清的哈，怎么讲？叫做有理讲不清。你初习学习为人呢，你要累积之智慧，方能解开众生与自己的苦恼。就是人互相内底诽谤啦，互相讲诽谤、侮辱、攻击，这些拢会啦。哦，这会让你苦恼吗？会啊。哦，所以就跟恁讲，正经若要修啊，你就是爱解开众生与家己的苦恼。所以要多以智慧而运用，行万里路，读万卷书啦。啊，就是在混浊这个社会当中修行，不只是数读书，而是身体力行啊。
叫咱按哪学哪学，爱身体力行，学习如何与人切磋，要安怎甲人切磋互相，吼、哦、圆满，吼、哦、解开不须知烦恼苦恼，这就是咱母娘安尼教安尼教，只要恁一念真诚，道心就有啊，吼、哦、咱来以身作则。不管人咧讲，迄、那个伦理道德啦，吼、哦，要浅教于世，你必须要有不治而安呐、啊，吼、哦，安定祥和，人人齐心向善，这就是一心为道、轻奉献的人，你就是会堪吉啦。你甲讲到偌歹听，我拢无要紧，反正我修我的，我听你的，啊，我修我的，啊，安尼。来，今日礼拜六吼，啊，礼拜天拢有同款有开课，这些啦吼。直接祝大家吉祥平安，再见，拜拜。